Hello，晚上好。谢谢奶茶，谢谢元宝。开车不累，为什么开车累？也不用开多长时间。谢谢奶茶，谢谢奶茶，谢谢英文棒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奶茶，谢谢奶茶。不是手动的，自动的。谢谢奶茶，谢谢英文棒，谢谢英文棒，谢谢英文棒。我发现我今天开的时候就谢谢巧克力就很顺畅，因为那条路我一直都开，所以我就感觉也不是说闭着眼睛啊，闭着眼睛还是不能开的。谢谢英文棒，谢谢巧克力，谢谢奶茶。就是我现在不需要被说了，就是哎这边怎么怎么样或那边怎么怎么着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英文棒，谢谢奶茶，谢谢英文棒。就是我什么都不用说，我可以自己开回去。因为开车我其实最怕的就是那个地上的标志左右分不清，也不是分不清，就是看不清。还有那个红绿灯上面的就是左右或者是个圆的这个东西没反应过来，主要是怕这个。谢谢元宝，拿了一年多了吧，还两年。对，我好像是2018年学的，现在就3年了，快3年了。谢谢元宝，谢谢巧克力。对，3年了。对，主要谢谢奶茶。背景音乐是什么？这个你都不知道吗？谢谢音乐棒。你们不知道 SHE 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哎，不是一个年代的感觉。突然，谢谢奶茶，谢谢玫瑰花。这不是冷门的组合，这太火了。谢谢奶茶，谢谢玫瑰花，冷门歌手田馥甄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奶茶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奶茶。谢谢奶茶。这孙燕姿，欢迎加入冷门歌手组合，太吓人了。就是中国话的那个，你的脑袋里面只有中国话这首歌吗？他们有很多歌好吗？太难了。波斯猫，波斯猫这个还算好。Superstar， 谢谢玫瑰花。我最喜欢，现在给你们解答问题啊！我最喜欢 SHE 里面哪一首歌曲？就全部的歌里面最喜欢哪一首？看有没有人答得出来。我以前有说过，哪一个？这是问你们啊，哪一个？一般回答的你曾是少年的，那肯定只是这一两年。不，你可能只是今年才认识我，以为是你曾是少年这首歌。不想长大是怎么回事？热带雨林呢倒也还好，因为热带雨林呢它比较容易唱，对吧？说不定是我喜欢的，也有可能。一眼万年呢可能有点古风还是什么的，也许可能我会喜欢，也不一定啊，对啊。但是你们没有猜出来最喜欢的一首歌，我以前有说过。谢谢奶茶。既然都不知道，我从小时候小学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就是买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就是恋人未满。对，然后才是那首歌美丽新世界，听天使在唱歌。
谢谢巧克力。对啊，那首歌《恋人未满》以前很火哎，这首歌。算了，以前我在听歌的时候，你们估计还在喝奶呢，真的。谢谢巧克力。河边公园，还有远方，都很好听。估计还没出人，谢谢奶茶。这首歌年纪可能比有些人都大。几几年的我不知道，我也没去查。谢谢一元棒。后面坐的不是星黛露，难道还是你吗？就是星黛露啊。哦，对，还有魔力，哎，其实每首歌我都蛮喜欢。谢谢奶茶，主要他们歌大多数我都很喜欢。谢谢巧克力。对，以前谢谢巧克力，谢谢玫瑰花。我以前跟毛毛，然后毛毛的 Mi Live 里面，对，他邀请我去唱《恋人未满》，结果他唱了低音部分 ，Ella 的那块部分，谢谢奶茶，他把那一块最高的地方给我唱。虽然吧，他是 Hebe 的那分词，但是吧，太难了。对，真的很难。谢谢玫瑰花，就是那一句特别高。虽然我现在可能喊喊能喊上去了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奶茶。刘海乱了就乱了呗，反正晚点睡觉。哪个新歌啊？你问我听过田老师的现场没？我没听过，你觉得可能呢？谢谢奶茶，谢谢音乐吧。你觉得我可能没听过吗？我好像我都不知道我去过几次，最起码也超过三次吧，三次差不多，不记得了。谢谢音乐吧。谢谢巧克力。其实我很想看他们组合就是开演唱会，因为小时候主要还是听的团里面的歌，他们团的歌，他们组合其实是更想听他们组合唱，但也感觉不太，就是蛮难了已经。其实我有听过，哎，我有，就是你要说有，就是见过他们三，其实我有听过，谢谢，我有听过他们现场版，其实我有见过他们三个人，只不过那是一个通告，那是某一次的什么江苏卫视，对，就是我不记得是多少年了，反正2016年还是2017年的那个时候，谢谢巧克力，他们一起唱那个叫什么呀？他们连着好几首一起唱的那时候，谢谢皇冠。对，有一次就是好像是跨年，我记得是不是浙江的，是江苏的，我记得是去南京的那时候。对，好像就是复出的时候，好像谢谢美国有唱 Superstar 什么那些，就是比较经典的歌，但我们只能远处看着，真的谢谢玫瑰花。我们那时候过去好像跳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跳啥，忘了。对，有美丽新世界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玫瑰。之后就没有，就是只见过单人了，就
没有同台演出，怎么可能同台演出呢？想多了你，我都不敢想。我今天虽然没有把它给那个，我把它遮挡了，遮挡一下。而且我那时候去就是，其实那时候有见过很多就是歌手，见过很多歌手，只敢在就是远处看一眼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巧克力，不敢上去就是，不敢上去就是说要怎么合影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，不敢。家里停电了，我没看过他们的演唱会。谢谢巧克力。对，我也觉得江苏的阵容和舞台一直都挺好的。之后不是有几次去澳门的那几回，其实都蛮好的。谢谢玫瑰花。你看过 Hebe 的演唱会，我也看过。谢谢巧克力，那又怎样呢？你看过，你很了不起，你在这里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也看过。谢谢玫瑰花。怎么样？谢谢巧克力。对，在炫耀什么？谁没看过？但我没有看过他们组合的演唱会，行吧？可能因为我太努力学习了吧，不像你们，懂吗？就是我特别努力，就是每天、每个月、每周、每天、每分每秒我都要上课啊，什么排练之类的，就是特别努力，就没有时间追星，不像你们，比较闲。我没有污蔑，我就那么随便讲讲，你们不要对号入座。忙里偷闲，我那时候，谢谢美国，我那时候好像顶多也就在那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这些东西，因为我都是一个人，没有人会就是跟你喜欢一样的。对，然后后面就还是要上学，主要其实还是上学事情特别多。谢谢玫瑰花。不是没有人像就是追星这样，真的，我身边的人都很努力。不是说你们不努力，就是我说我身边人都特别的爱学习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显得我很不努力，真的。就感觉我一个人在那里玩这玩那。谢谢玫瑰花。我没去过签售会。对，我是没有去过签售会。我想想，我应该也不会去，我觉得我应该不太敢去吧。而且我一个人的话，肯定也不会。谢谢应援棒。我有看过一次，看过一次、两次，哎，我不记得了。现在音乐节里面，就最近音乐节里面好像没有我想要看的。谢谢玫瑰花。而且最近都没什么音乐节了，就只有那么几个。谢谢你们，最主要是我想要看的也不太会来。
我不怎么听摇滚，哎，谢谢音乐帮。最主要是没有人，就是和我一起去的话，我一个人不太会去，除非就是，哎，其实我也会，哎，这倒也要看什么情况。就比如我昨天还是前天，昨天吧，我就可以一个人去看舞蹈剧目。但是有时候我就不太会去，要看哪一种，像这种就是舞蹈剧啊什么。它是在剧院里面啊，或者是什么某些演唱会那种演出，我可能会一个人去。如果是在外面的那种什么音乐节，那种比较杂乱啊，我就不太会去了。而且我会觉得有点累，站不动。对，音乐节那个真的很累，站那累死我了，肯定不行。我喜欢就是坐在那种剧院里面，坐在那儿看。而且有空调，嗯，是的。废话，我花了钱呢，我不应该享受一下座位和空调吗？要给自己，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享受一下艺术，这就是艺术。昨天啊，是昨天前天，我已经忘了。看了那个朱桓，哦，今天我跟我妈在解释的时候，我说她的手能够变成这样，然后我往后。我想变成那个，就是朱桓，他有个动作嘛，但是手这个肩膀要往后，我弄了半天，我的肩膀 hold 不了了，我已经僵硬成这种程度了，我这个手绝了。以前我也不知道，不，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手是怎么做到那样，嗯，就真的。对，很久没有拉伸了，估计拉伸了也没啥用。你要放他的新歌，你可以自己放啊。我是循环的，放到哪个就哪个。对，天天开肩，拉伸当然会疼了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我觉得肩膀还好，我们以前有个同学，就是初几来着，有一个同学女生，她我们是开肩，名字叫，就是老师会帮你把那个肩膀打开，就是压嘛，结果压了之后她就那个叫什么，肩膀说是也不是说断了，就有点骨折了，就可能就是被扳坏了吧，脱臼了，对，差不多那意思。之后反正就是也是学他啊，他是去另一个学校，他要去更好的一个学校，反正结果就成这种样子。这种样子之后呢，好像听说啊，我是听说别人老师意思就是说让他以后当老师，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给他当老师。好恐怖啊，我觉得。之后我不是也每周都要搬一下我的腰嘛，老师会给我搬我的腰，说好的6年会搬好的，结果6年越来越差。这个人的就是能力就只能这样，不像有些人就是真的是差这个腰就搬不好，因为老师竟然还骗我，害我每次还要忍受那么痛苦，真的很痛苦搬腰。真的，下次我觉得 MC 惩罚就直接搬腰得了，这是真的惩罚了。你们知道那搬腰是有多恐怖吗？我觉得下次 MC 惩罚可以直接下场挑一个人上来搬腰，或者撕腿撕胯，对，这个我可喜欢了，我要把以前老师给我带来的痛苦全部要加重在你们身上。
难怪老师都要就是，难怪每个学舞蹈的以后去当老师了，都是就是很狠的那种样子，就感觉不是，就不会看那些小朋友就是哭啊什么什么，就会手软就直接踩下去。因为我们会觉得以前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，老师也是这么对待我们的，我觉得我们能忍下去，所以你们应该也能忍下去。谢谢元宝。对，是踩的呀，我们是有把杆嘛，你躺在那儿，你两条腿就是开胯，就是因为要横跨嘛，胯就是你要横叉的话，你那个腿本来是这样子的对吧，这两个是腿，你的腿横跨那肯定要搬到底嘛，有的人可能只能这样，有已经哇好痛啊好痛啊就这样，但是老师肯定不会那个呀，老师管你痛不痛、啊、他觉得这样就不行，把你一踩两边啊一起踩，咔往下踩，站在那个把杆上面，用两个手就是先抬起来，把自己抬起来，然后踩在别人腿上面，咔这样往下，真的是这么踩的，不然你想怎么踩呢？你只有这么踩才有用啊！你自己压下去，你会给自己手下留情啊！最主要是，谢谢巧克力，是会裂的，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不会，也会有一点拉伤，一点点，但不是，就是它肯定要有个循环渐进，就是你一开始肯定要先热身好了，然后老师再帮你压。我们没有裤子，没有裤子，裤子不会，我们穿的是舞蹈裤，那舞蹈裤是那种紧身啊，不是紧身，就是那种，哎，这样算了，就这个吧，也不算贴身的，就是那种裤子是不会弹性的，对，或者是你穿的是体操服，穿的是体操服，你们知道体操服什么样，就是体操的样子。你要给我带水啦，开了穿。哇这么烫，吓死我，我这里也有水，谁半夜唱歌呀，没人半夜唱歌好了，谢谢巧克力。体操服就是体操的样子，对，穿那种白色的那个连裤袜，然后那个体操服穿着，就体操服最好是那种吊带的，谢谢巧克力，因为穿那种吊带的，你后背的它那些，后面的那个就是肩膀啊，什么骨头那些背都能看得很清楚，然后老师就会看得很清楚。听我讲啦，又叫阿姨了，谢谢奶茶，不讲了，不讲了，心情直接就，哎，累了，喝点水吧。所以我不能当老师，这下面要是没有人听我讲东西的话，我当老师那发飙了，在上面不下去。我估计下面要是没有人听我讲课的话，我一个手上一个什么东西啪一下扔下去，肯定是这样。粉笔头，最主要你扔出去之后，那个眼睛还要这样子，一个白眼就盯瞪着别人，瞪着学生。学什么呀？谢谢玫瑰。最可怕的是有那种，应该是辅导员一般，或者是什么那种，哎，我也不知道，那种老师就是。有时候会突然从后面，就是教室不是有前门和后门，突然从后门那边出现，看着这班级里面的人，谢谢英文帮。对，或者小窗口也有注视教导主任那种，就面无表情，还就很搞笑。然后有个人一看，一回头，哎呀，老师老师，然后就一下子就特别，老师走路都没声，一定要戴眼镜。谢谢巧克力。被抓到过，
哎，如果其实这样我还蛮适合的，就是我说的只是不教课而已啊。这个工作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，我挺愿意干这种工作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这样子的话，抓到人。音乐老师，我以前是音乐课代表，谢谢玫瑰花。但是我以音乐课代表也就那样吧，感觉好像也没什么要做的，就带着唱歌，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当然我也当过那种就是收作业本的那个叫什么小队长，我还有两条杠的那个，那叫什么中队长，我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的。我们那时候叫队长不叫组长吧，我忘了，小组长忘了。我只拿过两条杠，我没有拿到三条杠，因为我不想当那种，我觉得很麻烦，事太多了，不喜欢，不想管。对，最主要是成绩也没到达那么好，就很麻烦。我因为最主要是怕拿了太高的那个官，他就每次上课会叫你起来回答问题，就很烦。对，我有好几次其实也被叫起来，其实我不知道，然后他把我叫出来，然后我就站着，然后他问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呢，然后有头两次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就站那儿不说话，后面我学会了，我说老师我不知道。我的确不知道呀，能拿我怎么着呢，对吧？对，一开始不会，一开始就有点尴尬，然后站起来就完蛋了，怎么办？就很尴尬，然后后面我就学会了，他说我不会。那得不会被骂呀，就不会啊。那怎么着呢？那还能咋着？好像老师只会说，哎，那就叫下一个人站起来了，谢谢巧克力。然后他有时候会，对，他有时候会惩罚，不让你坐下去，那我就站着，我就这样站，看着他，然后他看看我，这样说，那你坐下吧。我当时心想，我又不会，你把我叫起来，这能怪我吗？你要我不会，对，你就得教我嘛，把我教会不就行了吗？最主要我觉得这个答案吧，就是我不确定，而且我觉得的确不太行。那我也不想直接讲错误的，对吧？我自己都觉得不对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随便说一个不还是错的吧，还不一样。不，他老是会教一些，就以前老师会教一些，也不是说课外的，就是，哎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那的确不会，那也没办法。谢谢音乐吧。最讨厌是叫人起来背课文，哇。我背东西也不太行，我记性不好，我以前记性就不好，每次让我背课文，我都晚上回家背，早上起来再背，还是记不住。然后就会有一些同学会，特别是坐在前面的同学，拿那个书可能会这样侧一点，这样，然后我就在那里看。但有时候也会被发现，但有时候直接说不会，不会就抄呗，然后就那就抄。对，以前有就是还有默写那些东西，小学的时候，默写不会的，
老师就是说要抄每个抄几遍，那抄很快的，真的蛮快的。但是抄了会不会也是一个问题了？真的，我背歌词也不行，我就是看那些字，我就是背不下来。记数字的话好像还行。谢谢奶茶。谢谢玫瑰花。睡觉了啊，哦，已经11:14了。对，我记舞蹈动作也很快，谢谢你们吧。以前学那些舞蹈就记动作很快，可能就是不太适合记一些字类的那些东西吧。谢谢玫瑰花。而且记录也很快，就是你刚刚从哪里走过来，我还知道回去。但有些人就是不认得路啊什么的。谢谢姻缘榜。方向感，对，思思也说我方向感很好。我是艺术生。谢谢姻缘榜。我逻辑思维怎么样你自己猜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开车不紧张，我都开，其实我开了好几回了，再紧张也不太对了，对吧？谢谢奶茶。买啥东西？对，学舞蹈，我那几年学舞蹈真的是，头几年真的是太痛苦了，天天想回家，天天想哭。谢谢奶茶。我买车，我去哪开呢？我家里有车呀，我还买个车，买那么多车干嘛呀？你还车展呢你？哇，上海到常州还不如坐高铁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不想那么累，在路上开车要3个小时多呢。我不想开高速，我试过一次高速，我觉得好吓人啊，我不想上去。你老问我是喜欢什么牌子的车，哪个车子最贵我就喜欢哪一个，别烦了。中心到迪士尼，你如果不上高架，你这不好开。但是外地的车不能上高架。迪士尼花车我不要，太丑了。对，我上次在海口的时候有坐到一个，我们不是就是，对。我演的那个就是要有一个家里很有钱，就是我不是没有，就是演的那个他有坐了一辆好车，豪车，那个车，哇，真的是我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坐过最好的车。谢谢玫瑰花。黄包车，再见。啥牌子我也不知道啥牌子，最主要是，但是的确很好，还有星空呢，那个车。我们还有司机呢，司机车标我不认得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啊？我说过的，真假的？猜的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对这些东西不了解。对，我一挑就挑了一个最贵的，我和温温两个人坐在里面，很搞笑。对，有吓到我了，原来他玩这么大吗？玩这么大吗？他们演唱会玩成这样吗？吓人。
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听，就突然就这样。我那次坐在那个车里，哇，太舒服了，就那一场戏是最舒服的，因为我只要坐在里面就行了，真的很开心。因为那时候很热，那两天有，那里面还有空调吧，哎，就算没有空调，哦，很冷，对，很冷，不是很热，很冷，然后在里面待着，很开心，最主要是在里面待的都困了，真的是困了，然后把棉袄什么都放进去，然后像他们有些就是被挑了在外面的，看着我们，吹着冷风，看着我们，其实就在我们边上，但是得吹着冷风。谢谢玫瑰花。对，还坐了那辆车，还有司机帮我们开，而且我还在里面喝东西，吃东西，喝水吧，藏了在那个车里面藏了一些吃的。谢谢云宝，谢谢云宝，又怕中途又不能回去。然后在里面偷偷藏吃的，不然很饿，这样因为要趴很久很久很累，虽然我是坐在里面的，也有点累，呵呵，就是坐在里面很累。外面每次都投来羡慕的眼光，真的是。我在海口有出去玩吗？我在海口我都自己去三亚玩了，你说我会不会出去玩吗？牛菊，为什么这边就没有牛菊呢？不然我还能吃一点牛菊呢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巧克力。三亚有什么好玩的？海边好像就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谢玫瑰花，但我也不是去游泳，就看看海。对，牛菊是什么？哇，你都已经不知啊，你们肯定不知道，你们连牛啊，对，你们是连牛菊都不知道。就是我去年我在海口那几个月唯一的支柱，烤肉，跳伞吗？跳伞，哎，我玩过那个降落伞，跳伞，摩托艇我也玩过，对，滑翔，然后。谢谢玫瑰花，我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玩，我现在肯定不行，我现在最起码要过个两三个月还要变正常，就是像以前那样吧，应该。最主要我觉得跳伞倒也，就是主要你要跳在海里，那应该蛮不错的。最主要海太冷了，其实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再去海边。太冷，花香三，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。这首歌，这不是歌单和你一样，这是你的歌单和我一样，不是我的歌单和你们一样，懂吗？是你们的歌单和我一样，我可没有学你们，我的歌单一直都是这样。不要跟我搞同款，真的，我害怕。谢谢应援棒。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的，我2018年的时候一直在听这首歌。
因为之前其实这张专辑我没有去在意这首歌，谢谢音乐棒。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，谢谢巧克力。最主要他那个歌词一二三一二三吸引了我，所以我才会。猪猪侠就只能平时听听了。我觉得他的歌不苦啊，我就很喜欢这种风格，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种就是苦情歌，是真的。对，人家有故事你懂吗？自己编故事，谢谢音乐棒。超级哦，你超级喜欢吴勇啊，吴勇别提了，我一几年唱过，2019年的时候唱过，对，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，这就是适合，太适合，不是太适合我，就是太适合我听了，只能这么说。吴勇，什么网易云的时间呢？我要跟你们分享歌曲，真的，吴勇这是我超级喜欢，不然我不会在生日公演上面唱了。还好我那时候都唱了，不然现在没得唱。我基本上只听女歌手的歌，男歌手的歌不太怎么听。对，名字就叫吴勇，我当然有生日公演了，我为什么会没有生日公演呢？谢谢你的皇冠。不是说我不喜欢听男的唱歌，是我听的比较少，大多数还是听女生唱，因为我可以跟着唱嘛。因为有些男歌手就是太低了，但是虽然我也能唱啊，对，低的话就是也能唱，因为毕竟我这个嗓子也就只能唱唱中音这样子，女中音。还有会选择就是适合的一些歌。我会有偏执，只听他的歌呀，经常会这样。我是手了，怎么了？唱歌不行能改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就试试就知道了。因为我也没咋改，就这样吧。我不减肥，你不要问我求减肥方法，我不知道。因为我发现去外面学唱歌的话，老师会给你测评一下，看看他收不收你，他觉得你救不了他，可能不会收你吧。我记得我之前去学吉他的时候，他让我也是什么唱歌吧，他跑到那个钢琴那边，然后让我跟着那个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反正我今天想，难道我唱不好你就不说我吗？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。我看中旋律或者歌词，我都还行吧，我肯定先看中的是旋律，然后再看看那些就是歌词，我基本上不太看歌词，歌词随便，只要好听就行了。
反正我记不住，最主要是歌词再怎么样我也记不住。但是歌词可以加分，有些我家狗不需要你想，明天带它去拆线了。我家狗，我没有弹几年，我就学了二十堂课，对，应该也就只有二十堂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差不多十几堂二十堂课，我就扔在那里，已经有一年都没继续弹了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好像也没有上完最后的几堂课，可能我的因为要去海口了，我也没去了。之后我现在只会这种很普通的，就是弹唱，真的只会很普通的，我连 F 键现在都得看着才能按好，不看着我就只能按最基本的简单性的 F 键，就你真正的那个 F 的那个按法我得那里找一下，要等个两秒这样的，一二然后才能弹出来。我上次就试了，反正已经就是手上好像还有点老茧。对啊，我一开始也觉得我 F 按不了，但是我后面好像稍微练了一下，我感觉就是某一天突然开窍，好像能弹出声音了，然后我就大概试了一下，的确也蛮疼的，但是手，但是至少能弹出来，把那个声音给能弹出来了。其他有没有？我只会吹竖笛，其他不是，不知道。大横按 F 就是，手小，我手就很小，我手真的很小。放在脸边上就很显示出，虽然我的脸没很大，谢谢玫瑰花，但我的手的确也很小。我的是那种旅行吉他，我不是那种41寸，家里有一个41寸。对，因为为了可以背到那边去嘛，也不是很想背，其实应该我应该用大的，因为我身高在这儿，但我还是买了那个小泰勒，因为好看，也没有其他的原因。那我就拿这个做参照物，这个是 iPad 几啊？哎呀，我忘了，11寸的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啥玩意。谢谢巧克力，这是我的手。比我的头大。这一群人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名字，你是我们共同爱上的浪子。但有时候我发现就是拍的那个公演的那个照片深写，谢谢音乐吧，我感觉他把我头拍老大了，不知道怎么，我很讨厌别人从就上面这样拍下来，我就显得我头很大。对啊，就感觉放大了一把，这特写有点太特了吧。头发多也不是这样子，我觉得。上次总选，这次，这次我昨天拍的那个也是总选的，就是上墙的，就是要换照片了，那个墙上，本来可以不用拍的吧？对，应该本来是可以不用，但是我还是要拍一下。什么叫我的头顶头发确实密了？不过我的确，就是我今年。像我去年这个时候就没怎么就掉发掉得很严重，我今年没咋掉发，真的没怎么掉，很开心。果然是要剪短头发，谁再让我再留长，我掉发我就找你算账。而且最真的，我每天洗头也不是说每天洗头，每次洗头真的很不错，
起得快一点5分钟，吹一个头发5分钟，然后再做一个什么就是造型夹板夹一夹，5分钟15分钟肯定搞好。谢谢音乐宝。对，别长发。什么叫长发像女的？你意思是说我这短发像男的对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无语了，我明明也穿裙的好吗？谢谢玫瑰花，谢谢音乐棒。我妈说，为什么外面的车响？我妈说，我忘记我妈说什么。什么？我妈，我问过我妈，我说长发好还是短发好，她说都好。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我这个也是，我这头发好像不是烂，我最近头发长长了。我觉得吧，就是我想长发时候它可以长发，希望我想短发时候它可以立马变短发，但是我知道这不可能。因为我如果要跳古典舞的话，我就希望我头发是长的，因为短发跳古典舞也很怪啊，对吧？假发很难受啊，我不喜欢戴假发，假发片会奇怪，主要我不接头发。谢谢玫瑰花。不然我这头发也不算很短，我觉得还行吧，中短发。谢谢奶茶。我的确也很久没有跳古典舞了，哎，这腰已经不行了，真的是。去年的这个时候是这个长度吗？应该去年时候我还没剪呢，好吗？谢谢玫瑰花，我好像是7月份才剪的头发。超级玛丽。不是啊，这首歌是《花花世界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不是，这不是真爱粉呀，这是假粉呀。别人明明是《花花世界》好吗？假粉不要跟我讲话，真的。我原来的头发不就是？差不多这样。会原来的，对，我之前一开始剪的可能有点，那个是我觉得是剪太短了，就是男装公演的时候，我是3月14号剪的，到6月14号的话就已经是3个月了，对。废话，他头发自来卷，那别人是动漫里面纸片人，我这能跟纸片人的头发比的？这哈利波特，行吧。谢谢巧克力。但我已经。我被我拉直了都，什么东西掉下来、谢谢玫瑰花。谢谢乔林，可以 cos 鲁鲁修，哎，对，我跟鲁鲁修的发型很像。谢谢奶茶，他们说我上次唱歌的时候穿了那一套黑金的刘尊燕的那一套衣服，若像鲁鲁修，
一下子把我说的很骄傲，鼻子要翘上天了一下子。然后想想算了吧，我智商没有别人那么高。谢谢一元帮，谢谢奶茶。别还好，想说就说。主要吧，可能我觉得谢谢元宝卢武修他那个人设，他里面动漫人物的样子，就是他的那个人的体型也真的瘦不拉几的，真的是。知道为什么我那天要弄张椅子在那儿吗？因为我在练歌的时候，我本来在彩排的时候练歌的时候，谢谢元宝，我太累了，就是我唱了好几遍，就是我好累啊。我说要不放个沙发，或放一个什么。座位放在那儿，我说我也可以休息休息，唱的时候。谢谢音源棒，可别给我提歌词了。那一天提词器是坏的，你们知道那个歌词是怎么弄的吗？他们就是打印在，就是他们就是截图吧，我以为就是那种截图，可是几句歌词放一起，然后放在那个提词器上面，结果不是。其实也是，只不过它背景是白的，你知道我当时一看到那歌词，我说完蛋了，我看不清字，因为后背景是白的，我那个字体是黑的，看不清有点。然后我就一直是这样子。我后面想想，哎，反正也要起来了，那就直接往前面多走两步吧。是真看不清，这我真的是那样走的，我的眼睛晃了一下还。本来我想多坐一会儿，真的，我本来是想着第二段再站起来或者是什么，因为我真的很累，因为唱歌我没想到就是我唱歌就是现在还这么累，就是还没有恢复好嘛。对，是有点像轮椅，我知道。别提了，我自己看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我那个手该怎么放了。我又不能工工整整的那种坐在那儿，感觉很怪。但是我如果松松垮那里坐在那儿，我觉得我就不能好好唱歌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坐着好好唱歌。反正怎么放都怪，没事。怎么没有反图呢？对啊，这歌怎么没反图呢？不努力呀、啊、突然想到这个。凡图人不敢说话了，谢谢音乐棒。累了一下子，有吗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唱完是真的很累啊，这我没唱我就累了，说实话，别提了。有视频啊，那我来看一下。但视频。只能听一听，就是唱的和那个出来之后的那个声音不知道是一样的，好像不太一样。我都觉得就是，哎，反正我就不知道那个混响开的到底是怎样。谢谢巧克力。其实就是很高，我就已经降掉了呀。降到我自己唱的能算舒服的这个位置吧，我觉得，不然真的很不舒服。这个歌根本就不适合我的音，就偏要去唱，就只能勉强这样。对，这个伴奏，因为一开始我唱的时候，我练的时候它是没有和声的，之后我就问他们，我说有没有和声，他们说有，然后我听了一下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。但是放出来之后，我就感觉这个和声真的好像跟没什么区别。谢谢音乐吧，谢谢奶茶。因为我之前看他们，就是他们，我听了就好多人的唱的嘛，他们那个和声感觉就声音就好，还蛮大的。我就感觉我没有和声，这有点太干净了。谢谢音乐吧。不会小和声。因为它的音轨和和声是分开来的吧？啊，不是分开来，不会小。我以前有弄过这个东西。
我会弄搞这个东西，所以不会想当我傻子。谢谢音乐棒。对呀、啊，谢谢音乐棒，谢谢巧克力。我没去过香港，所以我不会去过香港迪士尼。我唱的风格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反正谢谢你们吧。香港迪士尼好像听说很小，虽然有冰雪奇缘的那个园区。寸土寸金，我还是喜欢上海迪士尼，因为他到时候会开那个疯狂动物城园区，那我肯定要住在那儿，住那儿玩个两天。对，到时候我就真的是要住在那儿，准备住个两天，不然我这赶来赶去是真的也蛮远的。下次万圣节嘛，也不，下次我估计也，这个月我应该还会再去一趟，我要去拍照，我想穿那个，想去试试我的那个单反，我买的都没怎么用过。对，我想去拍拍玩玩就。那我这两天在那个在看那些怎么调那个什么参数啊，什么白平衡啊那些东西，其实也好像挺容易调的，但是我不太懂这个东西，说实话还是不太了解，所以我要去练一下，练练手，拍一些就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天气去还好，等到七月份我就不去了，七八月份我就不去了，太热了，除非去坐在那里休息。尼克和朱莉，我不想拍什么反图，看能不能拍那个烟花，但是我觉得我那相机应该那个镜头应该不能拍烟花吧，可能要换一个镜头。我那镜头是专门拍人的，说实话。对，我那是人像头。里面放不了三脚架，你不可能抬着个三脚架进去啊，对吧？重死了。谢谢音乐吧。不想带那个，我带一个相机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我用的是小弹玉镜头，从最低级开始，也不是从最低级，从就是最简单的这种开始拍，希望我以后能够好好拍。就反正好好拍就行了。对，可以约片。上次那拍的那几张就是用的那相机拍的。上次拍的就是，对啊，射箭也是，书店的那个也是，就随便带出去拍了两下，本来是出去就吃东西做戒指的，然后就顺便拍了两下。
逛逛街，平时。但是我觉得颜色还是我自己要还要调，还要研究怎么调色这一块。他拍，对，他每次给我拍，我就喜欢他，我不是，我就喜欢他给我拍那种，就是我说的是，他就给喜欢给我拍那种头老大的，我就觉得，嗯，因为他比我矮，他总觉得可能要高一点给我拍，结果太高了，就不太懂，嗯，对，而且真。用力过猛，角度不对，对，但是至少他能拍，这就够了。我觉得他至少能够给我拍几张正常的就行了。我要把他训练成，下次要把他带到迪士尼，好好训练训练他。对，好好教，也就不能每次就是拍那个，就是拍抖音的时候也是老喜欢把别人的头拍老大。我每次看到他，我就害怕，我说你别拍我，我不想进入你的抖音视线。对不对？我就觉得，就是我看那他那个抖音，我感觉每个人都差不多都一样。那可能是我的审美跟他不太一样，但至少他能拍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之前思思在的时候，他还能帮我拍拍，哎，就应该去找思思，然后我们俩互拍两个人。他也有相机，他的是那个，哎，他是什么来着？他买的是什么 ？EOS 啥？我不知道他买的啥，忘了。我们两个人的，谢谢巧克力，我们两人贵重物品。被称为，对，我们俩都是假的。当初他也想买我这个，我说我也不是，我说我大概就跟他说不要买一样的，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了，他那边就要应该换一个。谢谢玫瑰花，我肯定不会叫五折帮拍的，你们也懂的。之前跟五折去那个哪里，海洋馆，然后他帮我拍了两张照片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发出来，因为我觉得不太能看，呵呵，所以我直接算了。对，他们之前也有让我买微单，但我还是买了 6DR。 头顶视角倒也不是，就是说不上来那种感觉，就是可能感觉不太对吧。对，就应该我帮他拍一下，我拍的就正常。看我给他拍那几张多好，然而我自己的都没照片发了。训练一下他。训练，先训练自拍。哎，不行，自拍是真的蛮难的，我觉得还不如他拍。自拍是真的，每个人自拍其实都差不多吧，我觉得。我也不想自拍，因为自拍真的很难，拍不好，怎么拍都一样。胖脸特效，我现在没有胖脸特效，我现在就正常的那个，不胖脸，我也不瘦脸，就差不多就行了。我可以跟小白拍，小白会看镜头。就我跟他那几张那个拍立得很不错，真的。
简直了，我家狗都不是这样的，我跟我家狗拍了11年了都没这样子的。不然我家狗不是看那儿就头在朝那儿，就没一张是正常的。别说了，我家狗我以前给它拍过一张照片，那个眼睛是斜着看看镜头，它是这样看的，它侧面，它站在这儿，眼睛是这样子看的，真的，我给它拍了这张照片，它是这样子看我的，谢谢奶茶，它是这样看镜头的，不是看我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，反正。现在几点了？我说要下播了，要下播了。拜拜，各位。